为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四百页，四百页倒数第二行，六波罗蜜即六度，是证涅槃之正因。六波罗蜜完全是放下，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，学佛从哪里下手？中国佛法是大乘教啊，他老人家告诉我，从看破放下下手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呢帮助看破，六度前五度是放下，最后般若度是看破。那么先看破还是先放下？个人根性不相同，因缘不相同，没有一定，应该是大多数的人啊，先从放下下手。所以六波罗蜜的排列，前五度摆在前面，放下，五度都是放下。啊，布施。这底下有放下悭贪，持戒呢放下破戒，忍辱放下嗔恚，精进呢是放下懈怠，啊，禅定是放下散乱。啊，最后般若是智慧，放下愚痴，这是看破。念老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提示的很好。菩萨修学的六门功夫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
啊，就是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，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。那么学佛放不下了，就不能成就。所以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，这六门功课是正涅槃的正因，修学大成，无论是哪个宗派，无论是哪个法门，这是佛陀教菩萨修学的六门功课。大小乘经典多数，大乘几乎没有一部经上不讲六波罗蜜多。那么布施、对治、兼谈，这六门课修到什么时候圆满？兼是吝啬啊，贪是贪求，什么时候？我们没有吝啬的概念，没有贪求的愿望，这个欲望了，布施波罗蜜就圆满了。六度所对治的这六种，全都是染污。染污我们自己的真心，在本经上就是清净平等啊，有见他就不清净了，心是浮动的就不平等了。佛法的修学求的是什么啊？这修的是什么？希望得到的是什么？这个自己一定要非常清楚。总的来说，用佛经的术语，佛法修学的目的就是成佛。成佛是什么意思？成就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行，究竟的向好，这是大乘菩萨修学终极的目标。用什么方法？大乘经上说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四弘誓愿里面讲无量法门，无量法门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个六大类啊，这个六大类展开就是八万四千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归纳起来就是六种，这六大类。所以每一条里面所含的境界是没有边际的，
无量无边呐、啊。众生对于一切法都贪念，都希求，分别执着啊，这就把本来是佛变成了六道众生。在佛的眼目当中，可怜悯者啊，每一个众生原本跟一切诸佛一样啊，跟阿弥陀佛没有差别了。为什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？首先就迷了，迷是愚痴人，自信本有的无量智慧，这一迷之后呢，智慧变成了烦恼啊，变成无量烦恼。佛现在教给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放下啊，首先把你的欲望对物质上的享受愿望，精神上享受的愿望统统放下，有人说这是人生的享受啊，那放下了做人还有什么意思？凡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，凡夫他所认识的快乐啊，我们用一般这个名词来解释呢，都是一些刺激，真正的乐他没有享受到啊，好像啊，现在这个世间年轻人很多吸毒，你问他为什么吸毒？快乐啊，麻醉啊，打麻醉是这种乐，这个乐付出的代价是生命，极其痛苦，哪里是乐啊？佛法里面有没有乐？有念世间法，凡是随顺性德的有乐。论语头一句话说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那个悦就是喜悦，就是快乐。这乐从哪里来的？学，学了之后把它落实，习就是落实啊，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快乐啊，自己快乐，别人也快乐，不亦乐乎？乐是喜悦，这种快乐不是外面的刺激，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。
啊，我们从海贤老和尚身上完全看到。啊，老法师欢喜不舍，他完全用自己的劳力跟着啊，喜欢老祖从早到晚没有疲倦，没有厌倦，啊，做得很快乐，越做越快乐。他耕种的土地面积很可观了，一个人干了，啊，一生开辟的荒山有14处，总面积有100多亩。古时候一个小家庭，五亩之地就能养活一家。老和尚这个小庙也是一个小家庭，全靠他老人家耕种。那个乡下没有香火，没有供养，靠什么生活啊？靠海贤老和尚农耕啊，他开荒山种粮食，种蔬菜，种水果，还种树木。成绩非常可观。啊，收获除了自己需要用的之外，多余的很多啊，老人家生活非常节俭，一粒米都不会糟蹋。啊，他多余的粮食，啊，蔬菜水果没有拿到市场去卖呀。那要卖是很可观的价钱呢，没有，他拿去救济啊，周围周边几个县市有遇到灾难的，有遇到缺乏的，他不是，他去做救济工作。叶森，那我们知道，他20岁出家，112岁往生，92年，乐此不疲。啊，地方上的居民都称他为大善人，喜欢布施。喜欢与大家共享啊，不是独享，共享，能够舍己为人啊。那么这是有财布施，还有法布施。老和尚一生他没读过书，不认识字，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，
也没有听人讲过一部经。出家之后，师父只教他一句阿弥陀佛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。他老实听话，真干。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，自在往生。啊，念佛的功夫到什么程度？自然是究竟圆满了。这个究竟圆满不容易。啊，究竟圆满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他真得到了。啊，我们从光碟上看，现在我们做了一这个一篇有声书，一共9个小时。啊，诸位要是有时间，应当多看，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读。每一个章节都感动人，都是最好的榜样，最好的教训。啊，念久了，对于净土自然就明白了，明白了之后疑惑就断除了，断疑生信。你对净宗有坚定的信心，有坚固的愿力，你决定得生净土。啊，老和尚是亲受阿弥陀佛的祝福，阿弥陀佛派他在这个世间表法。啊，他修得好，修得非常如法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。读书千遍，他虽然没有千遍，没有读书，他念这句佛号，一天要念10000遍，92年没休息。啊，心里面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只有佛号，所以他念到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最高的是立业心。跟禅宗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是同一个境界。老和尚真的了啊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换一句话，用禅宗的话来说，他开悟了，大彻大悟。所以自信的般若智慧现前，他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啊，偶尔也跟人漏了一两句，他说我什么都知道，就是不说。啊，所以佛赞叹他修得好。可以
做学佛同学的榜样，当然更是念佛法门求生极乐世界最好的模范。那我们在这个时代向他老人家学习，决定不会错误，决定会跟他有同样的成就。啊，如果信心不足，这个碟片多看。啊，精简的片子大概是一个小时，一天可以看三次。啊，如果像我们现在所编的这个有声书，大概是九个小时，一天看一遍，这就是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一天一遍九个小时，一年就是一千遍了。啊，每一天念佛一万声，专修净土。啊，你一年根扎下去了，不定什么时候就其义自见，自见就开悟了。啊，开悟之后啊，你跟老和尚一样，什么都知道。啊，这个就是法布施。啊，无为布施。你在哪里修，别人不知道。啊，你是个开悟了的人，是佛门大善之士，你所在之处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，这个地区少灾少难。啊，中国谚语所谓一人有福，连带这一个地区，那地区不遭难。啊，现在居住地区行善的人少，作恶的人多。行善的人有限，作恶的人无限。那么真修行人还管用吗？管用。他纵然不能消除大众的业障，他肯定能减轻大众所受的灾难，肯定可以做到。啊，他的言行举止都是在教化，
这里头有财识，有法识，有无为布施，圆满的布施，凡夫不知道。那对于说佛法，特别是大乘法，啊，稍稍有一点摄入，自然就能看到。啊，一时看不到，如果你用心去看，遍数看多了，就看出来了。看出来了，你就能学会，你就学到了。利益了无量无边啊，慢慢吝啬的心没有了，贪爱的心淡薄了，智慧就开了啊，清净心生智慧，染污的心生烦恼。智慧是这么来的，不能不知道啊！智慧能解决问题，烦恼是制造问题。啊，第二个持戒，海鲜老和尚没修过戒律，大概只是在受戒的时候，出家人都要受戒。啊，那个时候的戒坛，有老师讲解戒律，啊，三规五戒。沙弥十戒，比丘尼戒，出家戒，再往上有梵王菩萨戒、瑜伽菩萨戒、璎珞菩萨戒。这在中国都很流行啊，那么这些戒本他一定学过啊，虽然不认识字，他听明白了啊，根本的戒律就是无戒十善，无戒十善把一切戒律全都包括在其中，老和尚做到了，不杀生，不淫欲，不偷盗，不两舌，不妄语，老和尚一生没打过妄语。这持戒清净呢？啊，持戒的清净心啊，不是持戒的清净心忍辱。老和尚忍辱的功夫令人佩服，令人尊敬啊，一生没有发过脾气，这样人到哪里去找？
佛门里头也不多啊，一生没有回报过任何人，没有批评过任何人。从这个地方你就晓得他忍辱的功夫啊，没有嗔恨的念头，忍辱波罗蜜圆满了。啊，一天到晚你看到他都是欢欢喜喜满面笑容，像弥勒菩萨一样。啊，无论是僧家是俗家，男女老少啊，对他都尊敬，都喜欢亲近他。为什么？他的磁场好啊，真正有修行人磁场不一样啊。我初学佛的时候感受到磁场，张家大师的小道长磁场非常好，到那边一句话不说，那是一种享受。啊，让你的心能在他居住范围的地方能定下来。啊，能够不起妄想，不起杂念，这个要修啊。特别是对回报你的人，对侮辱你的人，对陷害你的人，没有怨恨心。啊，你见到他们呢，见到他们还尊敬他。啊，决定没有报复。修忍辱波罗蜜。我们要认真学。学佛的同学大概都读过《金刚经》，啊，《金刚经》里面有一条公案：忍辱仙人遇到高丽王割截身体。这个故事在《大涅槃经》里面详细介绍。啊，金刚经文字不长，只是略略地提了一下。忍辱仙人受割离王割截身体，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凌迟处死。啊，是用刀把他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，是这样让他死，不是砍头，不是一刀毙命。啊，这个真叫奇耻大辱。忍辱仙人能忍受啊，最后死的时候
告诉格里王，我将来成佛，第一个度你。人如仙人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前世修菩萨道的时候，修忍辱波罗蜜的时候，遭遇到这个事情，世尊成佛了。第一个得度，第一个证阿罗汉果的乔成儒尊者，乔成儒的前世就是那个地方的，就是格里王。佛说话算话，没有妄语啊，没有怨恨，没有报复啊，反而感谢。感谢什么？感谢你替我消业障。这个念头是正念的，啊，不但不怪罪这些陷害我的人，我还要感恩他。我们在六道无量劫到今天呢，不知道造多少罪业，业障怎么消的？忍辱是消冤害的业障，啊，能忍就消了，啊，只有菩萨才能做得到，一般人做不到，啊，一般人不服，要报复，啊，这个报复的念头生起来可怕。为什么？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而且一次比一次猛烈，啊，结果非常可怕，啊，造极重的罪业，最后都到地狱去了。啊，害人自害啊。对于害我们自己的人都不可以怨恨，有怨恨以后就造成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非常可怜，非常凄惨啊。所以真正觉悟啊，受了就算了啊，这个账啊就了了，以后不再继续发生这个事情啊，这是有智慧也有德行的人啊，能忍，什么都能忍。啊，精进这些的，精是一门，不杂。我们学佛的同学，大家都希望精进的，真精进的人不多。夹杂精进的都不少，啊，学法门，一个法门还嫌少，啊，多学几个，啊，殊不知多学就杂了。纵然有进步，不叫精进，
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啊！勇猛精进，海贤做给我们看了。贤是在哪里？贤是在这句佛号，不离口啊！他老人家金刚持，你看他没事情，他站在那里，坐在那里，口在动，没有声音啊！你问他老和尚，老和尚，我看到你口一直在动啊，我在念佛。啊，口不动，不出声音，心里还在念佛，他念佛不中断啊。啊，实在念累了，他就休息一下，很自在啊。休息好了，佛号马上就接着念了，不分昼夜，这叫真精进啊！对之懈怠啊！凡夫确实懈怠的时间多，精进的时间少，所以道业不容易成就。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才能得禅定。啊，禅定是什么？就是经题上讲的清净心、平等心，这禅定。禅定后面那个觉，觉就是开悟，就是般若波罗蜜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是那个觉啊，觉就成佛了。的禅定是菩萨能忍辱精进，这是声闻缘觉，全教菩萨啊。布施持戒，这入门呐、啊！这部经讲什么？经题上全写了。修因是清净平等觉，得的果报呢是大乘。无量寿庄严，大乘是智慧，无所不知，无量寿是福德，圆满的福德无量。福德里面第一重要的就是寿，长寿，长寿是福报啊！你再有智慧的呢，如果没有寿命就完了，一定要有寿命啊！菩萨修六波罗蜜，
得究竟圆满的福报啊，无量寿在其中，庄严就是美好。我们世间人讲称心如意，你没有一样不满足啊，这是富贵到基础啊，在我们这个经题上显示，这是诸佛如来的智慧德能福报啊，显示在什么地方呢？在西方极乐世界你能修清净平等觉，你就能证大乘无量寿庄严，你能证得啊。所以智慧是对治愚痴的，智慧不开就是因为愚痴，愚痴从哪来？从怀疑来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找，这里是最严重的贪嗔痴。啊，贪从哪里来的？从欲望里头来的。啊，欲望里头最严重的情执。很难断。啊，嗔恚从哪里来的？嗔恚从傲慢来的。啊，从嫉妒傲慢。愚痴从哪里来的？从怀疑来的。这个要知道，贪嗔痴是根本烦恼，六波罗蜜可以断除啊，常行六度世界烦恼无边誓愿断啊，这个海贤老法师92年给我们做出好榜样啊，他是真正在修烦恼无边誓愿断，真正在修众生无边誓愿度。老和尚的心量大啊，一切人不管认不认识的，只要遇到了那个人有苦难，他一定帮助他，没有任何条件啊，甚至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禽兽啊，你看到老人家放生啊，平常看到小猫小狗啊，他都喂它，蚊虫蚂蚁小动物绝对没有伤害的啊，看老人家的慈悲，对一切众生都这么爱护，
何况对人。啊，所以老和尚确实自觉觉他，一己之觉呢，普觉众生；一己之行啊，导引众生；一己之德，回向众生。这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老和尚天天干呐，字字句句都做到了。他不念经，他也不讲经，可是他完全在生活当中做出来。啊，做出榜样给你看。故下云：未度有情令得度，一度之者是成佛。这是老和尚的悲心，老和尚的愿望。啊，还没有得度的，一切有情众生帮助他得度；已经得度的，就是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的，帮助他成佛。真机符合，熄灯彼岸。此至四句，实实在在是四弘誓愿啊！四弘誓愿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啊，法藏比丘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，在没有成佛的时候，他时时刻刻念念之中落实四弘誓愿。啊，所以他菩萨道修圆满了，成佛了，在西方极乐世界示现成佛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？细心去读这本书《大乘无量寿经》，你就知道了，就明白了。啊，彻底搞明白，你的信心就升起来了，你发愿求生，一生圆满成就。我们再看下面第五段，坚求正觉。这一句我们要记取，我们也要坚决求正觉。正觉就是成佛啊，不要到来生后世，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求往生极乐世界成佛。经文只有两句：假令供养恒沙僧，不如坚勇求真觉。
啊，注解里头说得好啊，啊，假令供养恒沙僧，这是修福。这叫加持，让我们有这个缘分，有这个能力供养恒河沙数的圣人，阿罗汉以上的就是圣人。修福啊，修大福报啊，怎么样呢？比不上有坚定的愿心，勇猛精进，求往生成佛，比不上。啊，下面为我们解释恒沙，指印度恒河之沙，恒河沙多，而且沙了很细，啊，在我们国内这些地区，其他地区都见不到，为什么？它的沙特别细，像面粉一样，数量多，数不尽的，用这个来比喻数啊。所以佛讲经在恒河流域时间很长，讲到数字之多呢，佛就用恒河沙来做比喻，啊，这个文的意思是：假令供养如恒河沙数无量诸佛，不如求真觉，心勇而不退转。这个上面是五种原译本，汉译本的原文。这个事实，我们一定要把它牢牢记住。啊，意思就是，不要求人天福报，啊，要求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去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人天福报很短暂呐，世间人能活上一百岁的人不多。你看到有几个一百岁的人啊？纵然活上一百岁，在自己的感觉也不过是一弹指一刹那而已，时间过得快啊。越是接近晚年，会感到时间越来越快，啊，小孩无知，过年好玩呢，好不容易盼望过一个年，好像时间很长很长，这都是我们自己经历过的，啊，十岁以前感觉时间好长，哦，一年好长的时间，
啊，过了60岁之后，感到时间好短。啊，怎么好像没几天就又过年了？这个事实真相要认清楚。啊，世间纵然活个200岁、300岁，也是一弹指。啊，所以决定不贪图人天福报啊！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榜样啊，他出生在贵族家庭啊，他是王子，他如果不出家，继承王位也。啊，可是他19岁就觉悟了啊，想到人生无法避免的生老病死这一桩事，没有人能解决啊，所以他19岁出家，出去游学、参学，印度所有的宗教、所有的学派，他都接触过，都去学过，怎么样呢？不能解决这问题。啊，有不少宗教可以帮助你升到天道，天道只是寿命长一点。不能没生死啊。所以他学了12年。啊，对于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得不到答案。放弃了啊，30岁这一年放弃参学啊，到菩提树下入定他在参学过程当中学过4禅8定啊，最深的禅定是4空定他在这个基础上再深入突破的啊，深入再深入把起心动念，也就是无始无明破了，这一下明心见性，豁然大悟啊！啊，也就是自性里面的德能透出来了。本能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：“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何其自性，本不生灭。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”啊。本自具足什么呢？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。
这把六道轮回的问题解决了，把十法界的问题也解决了，乃至于把一真法界的问题都解决了，这叫成佛。这个比供养恒河沙数无量诸佛当然要高明。为什么？供佛只修福报，智慧不容易啊，智慧要放下，难啊。所以佛劝菩萨劝修行人要把人天福报放下，把四圣法界的三明六通也放下，你才能超越十法界超越十法界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。全是自性变现的。南大师末后这一句说的：“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”说明。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都是自性变现的。自性是能生能现，无量无边佛刹的庄严是所生所现。这个搞清楚叫看破。什么都不留念，什么都不放在心上，就放下，放下就成佛了。所以看破帮助你彻底放下，彻底放下帮助你彻底看破，这都得到圆满了。下面说经此经文，正于华严普贤行愿品一位，行愿品里头说，善男子。住供养中罚供养罪，供养是修福，所有一切供养当中修罚供养，福报最大。为什么？它里头带有智慧。那么发供养为罪呢？所谓如设修行供养，利益众生供养，摄受众生供养，待众生苦供养，勤修善根供养，不舍菩萨业供养，不离菩提心供养，这个不得了啊！菩萨修的什么样的菩萨？普贤菩萨，华严经上菩萨众里面上首。
啊，也就是他率领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师，这个41位是41个阶级，就是全体菩萨人数没有法子算数啊，太多了啊！这41个位次是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，这40，再加上等觉。普贤菩萨带着大家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参访阿弥陀佛，接受阿弥陀佛的开示，向阿弥陀佛学习。华严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里的第一经啊，到幕后普贤10大愿王导归极乐，我们从这个地方明白了啊，净土的殊胜无与伦比。这个法门三根普被理论全收，甚至于造作无逆十恶罪，临命终时你一口气还没断，只要你能信，发愿求生，一念生念都能往生。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啊！啊，决定不是假的。啊，经文里面所说这些种供养，我们略略的说说。第一个，如说修行供养，佛在经上怎么说，我们听明白了，听懂了，就要像佛所说的修行。啊，这就是对释迦佛的供养，对一切诸佛如来的供养，对阿弥陀佛的供养。佛教我们怎么做？佛教导我们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我们有没有如说修行？啊，我们这个地方不是道场。啊，只是10几个念佛的同学，看到这个地区在开发，在建房屋，啊，我们看到这些小山
是一个读书念佛理想的地方，每一个人买一栋，这里有十几栋啊，我们彼此互相照顾，每一栋房子都有主啊，所以它不是道场。我们在这里学习无量寿经，依教奉行，啊，早年香港同学，这是回归之后，啊，我到香港来碰到这班同学，他们组织一个香港佛陀教育协会，找我来讲解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是租借场所，每个月来讲五天，好像继续讲了几年。那以后同修们成立这个协会，买了个道场，在尖沙咀啊，那个地方实在是闹区，讲经可以啊，不适合休息，所以有部分同学发现大埔这个地方啊，山顶花园那价钱刚开发，价钱不高啊，市区的房子卖掉到这边可以买两三栋啊，所以我们住在一起互相照顾。啊，不同于一般道场，它有寺院，啊，它有讲堂，我们这里没有，啊，只有一个摄影棚，啊，我们讲经用网络传播出去，啊，没有。像一般道场的组织啊，那么今年冬至，这昨天才过去，佛陀教育协会跟这边同学们连起来办了一个大活动，租借的场地啊，办一次祭祖法会，冬至祭祖法会，提倡孝道啊，昨天圆满了，一共四天。啊，做得很成功。啊，按照古礼，虽然人数有五六千人，道场庄严肃穆。啊，连个人咳嗽声音都没有。啊，所以许多参与的同修们都很受感动。啊，那么为什么不见道场？我们自己要有自知之明，大凡见道场的人
要有大福报啊！我没有福报啊，没有福报的时候，见道场会累死啊。啊，而且我发愿，当初张家大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没道场。佛在世确实有过王大臣礼请佛陀去讲经说法啊，佛也随缘啊，像住林经社奇书结果对啊，都是皇家的财产，佛在那里讲经有那么一段时间，讲完之后离开了，这地方还给主人。这个方法好，永远不操心，有道场就会操心啊！你得管人管事，还要管钱啊，佛不要道场，就不管人不管事也不管钱世尊的长随弟子1250人都是自动自发，佛没有招生啊，自己来的，对于佛陀仰慕佩服恭敬，愿意跟他学习。那么佛晚上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大家都效法啊，这样变成僧团。僧团没有固定的地址，它是游牧方式。很少在一个地方住上几天，很少。用佛教人树下一宿，这个地方只能住一晚上，明天到别的地方去。为什么？让你对这个地方不产生留念，帮助你放下了啊！你要喜欢这个地方就麻烦了喜欢这个地方死了以后不能离开，还在这里投生。那投生到哪一道呢？出生道最多。佛清楚，佛明白了，希望这些跟随他的学生都能够证果，都能够脱离六道轮回。啊，那么千经万论，幕后啊，都直归净土，这个用意非常之深呐！啊，佛一生讲了不少经，啊，最后没有不说净土的。看华严，到幕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。啊，楞严会上25圆通最后观音师侄也是劝大家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这最明显的例子。
啊，那就是这个法门真的三根普被立顿全收。纵然造作无逆是我，临终忏悔，发愿求生，一念十念都能往生。人人有份呐、啊！可是十方诸佛都说这个法门容易修，没错，但是很难让人相信，叫难信易修之法。啊，我们要想成就，只要我们对他没有丝毫怀疑，完全接受啊，佛所说的字字句句我都相信，佛不骗人。啊，佛的话一定兑现，那些不能兑现的大概都是有怀疑啊，想来尝试尝试尝试啊，看看佛的话灵不灵，存这种心，心地不真诚，往往就不灵了。如果真心相信灵，从海鲜老和尚18岁的时候腿上长的痈疮，那一段故事证明了灵得很难。啊，老和尚这一生的表法为我们解释了许许多多疑难的问题，你细心去看就明白了。啊，多么深思啊，只要这四个字如说修行就连了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怎样供养佛，如说修行真供养。啊，佛什么都不要，就是希望你成佛。他怎么样教我们，我们怎么修。啊，海鲜老和尚就凭四句话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就这四句他一生成就了。啊，我们读书千遍，他不读书，他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一句佛号不离口，把心里面的妄想杂念统统念掉了，他成就了。啊，下面一句利益众生供养，起心动念不要利益自己。啊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通通是利益众生，这就是供养佛。啊，那我们怎样利益众生？海鲜老和尚做了榜样，一生念念不忘，做一个好样子给众生看，让众生生起信心，生起愿心，像他一样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他一生
言行举止都是劝人念佛修净土。这是对世尊、对诸佛、对弥陀真实供养。我们学讲经，一生就讲一部经行不行？行。祖师有榜样，一生讲阿弥陀经讲了几百遍，自己成就了，也帮助别人成就，好啊！一生就讲一部经，讲几百遍，你想想他有没有开悟？肯定开悟了。他得三昧，得念佛三昧，决定是大彻大悟。明心见性，也就是理一心不乱，他一生可以证得。一生就讲这部经。为什么？这部经对西方极乐世界讲得太清楚了，讲得明白，讲得透彻，讲得让你不能不相信，讲得让你不能不想求往生。这个讲经的利益大了，讲经的功德真正不可思议。摄受众生供养，要怎么做？要真正做出好样子来，让众生看到了受感动，乐意跟你学，你自己能说到就要做到，就能摄受众生。你说到没有做到，众生对你怀疑，那只种一点善根，这一生不能往生。必须你自己做到了，你看临走的时候还做出榜样给人看，我们细心观察人在世间，生老病死，谁能够免得免除？念佛的人能免除，都让他看见了。老和尚120岁老了，老怎么样？没苦啊。众生老了有苦啊，需要人照顾。他不需要，还天天劳作，不疲不厌，头脑清楚，跟年轻人一样，没劳苦，没有病苦，身体健康，不生病，没病苦，老而不衰。走的时候说走就走了，没有死苦。他万缘放下了，没有求不得苦。他对人一团和气，
你打他、骂他、欺负他、回谤他、侮辱他，他都不放在心上。没有一点怨恨心，他没有怨憎会苦。啊，老和尚一家，他兄弟姐妹五个，寿命没他那么长，统统走了。那他妈妈86岁走的，啊，所以他在晚年没有亲情的干扰。啊，母亲在晚年，因为兄弟姐妹都不在了，没人照顾，他把妈妈接到道场，在寺庙里头住了27年。孝养父母，他做到了。啊，母亲走的时候也是没有病苦，啊，没有生病。你们看这个碟片在啊，啊，他走的时候很潇洒了，啊，亲自下厨房包饺子，啊，这一天家里人齐了。啊，他有个女儿，还有个侄女，啊，都叫回来。吃完饭之后，跟大家说：“我走了，就真走了，没有病苦啊。”啊，所以罢苦交煎，这佛常说人间事，谁都不能避免的。海鲜老和尚跟他的妈妈8种苦都没有，利苦得乐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不是来世现在就得到啊！啊，何况到极乐世界。真有把握，我常说，他老人家跟阿弥陀佛见面，在一生当中，决定不会少过10次。换一句话说，他跟阿弥陀佛常见面，正的礼业心不乱。想见佛，佛就现身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在哪里？阿弥陀佛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啊，念到离业心的时候，想见就见到。你见到极乐世界，你见到阿弥陀佛。啊，你跟阿弥陀佛可以对话。闲公老和尚说过，自己说过，他好几次，那就不是一次，好几次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，就阿弥陀佛不带他去，啊，告诉他，你修得很好，修得不错，希望你在世间多住几年，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。这就叫他表法啊，所以他活这么长的寿命，我们觉得那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啊，他自己的寿命也不过是70-80啊，不可能超过100岁啊，那是为了表法啊。最后我们总算搞明白了啊，表什么呢？最后一个表法就是表这个若要佛法心，唯有僧战僧，就是表这个法。
他拿到这本书之后，无比的欢喜。他欢喜什么事情？阿弥陀佛来接他往生。应该是阿弥陀佛给他说明了，你要遇到这部书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。他高兴，非常非常高兴。拿到这部书，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，照片就挂在那边，就那张照片。照这张相，三天之后他就走了。走得潇洒自在啊。这大家都看到的。这本书里都说什么？弘宁法师变的，花了十几年的时间。说明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应当要相信。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正知正解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这些年依照这个汇集本，依照念老的注解来修行，这是正确的，没有错误。深藏寺这本书给我们做这个证明的。还有人怀疑，不敢相信。老和尚一做证明，大家心地踏实了，不再怀疑了。阿弥陀佛知道，让他来做表法，做证明。这摄受众生啊，带众生苦。海鲜老和尚一生修苦行。吃饭一粒米都爱惜，一个饭粒掉在地下捡起来就吃掉了。每天早晨洗脸是一瓢水，不是洗脸盆，有洗脸盆，洗脸盆里的一瓢水不敢浪费啊。衣服破了，补了再补。不是没有能力，他种的那些粮食拿去卖的话，能卖很多钱的。他不干这个事情，粮食要救济穷苦的。自己愿意过苦日子，设房供养，他都拿去印经放生了，没有拿他来把自己生活改善一点，没有。这些种种事情都是教我们怎么修福，怎样积德。不可以有丝毫浪费。这就是带众生苦勤修善根供养。什么是善根？佛在经上讲，不贪不吃不嗔，三善根。这是世界法，
啊，凡灭贪嗔痴是三毒啊，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，世间所有一切善从这根生的，好好去养这根啊。那么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头，我们的根什么小静啊，我常讲啊，孝是传统文化的根，敬是传统文化的本啊，像一棵树啊，这么一棵树，树下面是根，这个叫做本，本才有枝啊，才有条啊，这是本。孝以父母做代表，敬呢是以老师为代表。中国几千年来，孝亲尊师，这个民族了不起，这民族太伟大了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。我们做中国人不容易啊，投胎到中国做中国人，那是多大的善根福德，你才有这个缘分啊。可是我们最近，特别是最近的一百年，把中国传统文化丢掉了啊，去学习西方的啊，严实的严重的丢失啊。为什么我们听听一般人中国人谈话，跟他讲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陌生，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？你既然讲孝亲，为什么要孝亲？什么叫孝？完全不能理解啊！外国人多么自由，讲求人权啊，小孩也有人权，那不能对他不好啊，不可以打骂啊。中国华侨在外国，要是教训儿女，要是打骂，隔壁邻居看到打电话给警察局，警察来，你怎么欺负小孩啊？你不配做父母，那麻烦就来了。这文化不相同啊。啊，自古以来只有中国这个文化是随顺心得啊，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好东西啊。啊，外国东西是从阿赖耶流出来的啊，阿赖耶是妄心，自信是真心的啊。中国这些典籍，古圣先贤真心里都流出来的宝啊，啊，外国是妄心流出来的，流出来的是科学技术，这个东西有利也有弊。中国文化有利没有弊，啊，现在有人说文化会有冲突。外国文化有冲突，中国文化里头找不到冲突，这要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。所以汤恩比、卢梭都是英国大哲学家
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非常赞叹，那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救全世界。那外国人说的不是中国人说的，中国人说不出来，中国人把自己东西全忘掉了。啊，这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勤修善根供养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啊，这个布施、菩萨业供养，我们下一次再说。